看到了，开头动画要来了。开头动画被开戏啊！哦，他说他到了一个什么不知道哪里的，很像图书馆吧？喂，哦，鬼月玩这种东西好吗？对啊，鬼月玩这种东西好吗？标题有改啊，改啦。哦，哦，哦，他在干什么？血滴到哦，番茄汁滴到书上了。然后，哎，螃蟹手，哎，这就是开头动画啊。那我们正式开始吧，螃蟹手，螃蟹女啊，我们开始玩了。开始螃蟹女的生活。哎、欸，怎么有？还有第二关哦？没有，我第一关都还没破。先来第一关，在图书馆。哦，血滴下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是番茄汁啊、哦。要去拿书了，在发光的书啊、不寻常啊。哎呦，跌倒了。这是动作游戏。呜、哦、变身了，变身成螃蟹女。我们变身了，我们要来玩第一关了。快，哎，第一关啊、先熟悉一下操作。喂，哦，喂，喂，哇、哦，帅气的跳过了。哎哎。没有打得见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没有调整出来啊、等一下，我要打击一下，打击，我的调整键，喂、欸，有啊，明明就有，奇怪，怎么按不出来？喂、欸，哎、欸，按不出来啊、等一下哦，再调整一下，打击是要按哪一个、啊？Z 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有按到。喂，跳是 X 没有作用吗？哦 ，X 哎、欸、，X 不能用了吗？哎、欸，奇怪，哎、欸，它怪怪的。刚刚不是 X 打击吗？看一下操作。喂，看一下 WAD 跳是 Z。WAD，WADS 吗？哦 ，S 吗 ？S 是下、啊，那砍人是哪一个？哦，砍人变成这个了吗 ？Enter 吗？不是按 Enter， 哦，这样才对，这样才对啊、哦！回来，这才是这才是对的。哦，有了，可以打了啊、可以打人了。有了，开始了啊、原来是刚刚不小心调整到，难怪，有啊有改啊，你重新整理就有改了，喂，哎呦，不能乱跳，我怎么自己去撞，我只剩一滴血了，哎，一滴血了，我只剩一滴血了，很快就要 GG 了。很快就要 GG 了，喂，哦，去死吧！哎呦，哦 ，no， 可以存档了，哎，哦，血补满了，太好了，他打我了，有没有这么凶啊？哦，好血腥的游戏哦。都是番茄汁啊、不要放在心上。喂，哦，他还会防御哎，防御什么啦？哦，哇，砍死了！哎、欸，可以在这边存档了，在这边存档好吗？我跳上去看看。喂，哎、欸，
我在等那个上面有一个锯齿，哎，没有踢到，哦，番茄汁又喷了，番茄汁又喷了，哎，哦哟，喷了好多，可以，哎，喷喷喷，到处都是，哎，哦，去死啊！哦，有炸弹小超人，哦，他们就自己自爆了，自爆，哎，喂，哦，又可以存档了，存在这里，哎，附近有怪不能存档，啊，怪走开，喂，啊，存档，哦，存档点设在这里，哎，哦，他们杀红眼了。刚刚有没有看到红眼呢？喂、哦，螃蟹女啊！哎哎，刚刚螃蟹女惨叫一声，呜、哦，好恐怖哦！啊，这个什么游戏啊？真是的，好血腥的游戏哦！哇、哦，砍死一只了！喂、哎。哎，要爆炸了！呜、哦，两只死掉了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啊！满地的，喷满地，真的。哎，这是动作游戏啊！啊，哎哎，又可以存档了！呜、哦哦，我差点就冲出去自杀了！哎哎，呜、哦，要爆炸了！哎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慢慢滑下去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动作游戏，流血像素。哎，我们不要滑这么慢。哦，走走走。喂，哦，上面有没有东西啊？看一下，很好奇啊。哦呦，有一张卡片。那卡片能干嘛？喂。卡片，哦，卡片，哎、欸，拿到了、欸，六张卡片中的一张，裙子一直飘，这个只有像素而已，有会吸引你吗？喂，跳上来了，喂，哦，地板好滑哦，滑的地板，好滑的地板，可恶，为什么要用的这么滑的地板？喂，哦，他防御了，哎、欸。这里要存一下档，这一张卡片不好拿、欸。喂，喂，喂啊不啊呜，死掉了，我死在这里啊！看一下，再来一次。喂，哎、欸，拿到卡片了哦，拿到卡片就好。哦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锯齿，哦，要死了，剩一滴血了。哦，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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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太恐怖了吧！番茄汁也不是这样乱喷的、啊。在这边存个档。哎，可以了。哦。喂，这里要收集那个收集小番茄。小番茄。哎哎，我被戳到了。有够难操控的啦。啊。死掉了，又死掉了。喂。小番茄，哦，喂，呜呜，呜呜呜呜，哎、欸，他为什么刚刚没教我这一招？哇、哦，飞出去了！哎、欸、哎呦呦，我又被戳到了！哎、欸，敢打我？喂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好血腥啊！番茄而已嘛，不要在意。哦，哦，存档，存档哦，经典的叫声，这个好恐怖哦，好血腥哦。下面还有一张卡片，这张卡片要怎么拿？喂喂，我、哦、拿到了。我为什么我要为了一张卡片这么拼命呢、啊？喂，哦，
好紧张哦！跳过来就这么惊险，需要这样吗？喂，哎，他开始防御了，防御什么东西啊？通通踢下去！喂，又被戳到了，不合理，不合理！看一下下面有什么？番茄大战，滑滑滑滑滑，喂。哎，有路哎，有路可以进去。喂，不行，差一点就死了。喂，所以要跳过去。喂，要往中间。哎呦，被戳到了！要从这边开始了。可恶，那一张卡片又要重拿了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好难哦！喂，拿到卡片了哦！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有够难拿的，为了一个螃蟹卡片，螃蟹手的卡片，不，标题改了，请重新整理。啊，再说我标题没有改的人就崩掉了，明明就改啦，不是改了吗？到底哪里没有改？暂停。暂停，这样到底哪里没有改啊？你们要改什么？不是已经改了？等一下有没有暂停键？不是改了吗？改好啦！你们有没有重新整理啊？改好啦！一开始就改好啦！对啊，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问题。啊，我们继续玩。喂，继续。你那没有按重新整理啊？喂，往下滑，慢慢滑。喂，不能死，我不要死在这。刚刚死了很多次了。喂，去吃一下小番茄。他开始防御了。踢起来。不。杀掉了。再杀一只。想踢我，不行，不准你踢。好帅气哦。我们终于又回来这了。问题就是我有改，不是不是实况比较重要或是不重要的问题，问题是我有改。哎，可以存在这了，我可以存档在这里了。杀那个黑色不明怪物就是为了存档。喂，跳过去。我还很怕他中间啊，果然中间有东西啊，下来了，终于下来了。提起来，戳爆你。又防御了，他怎么这么爱防御啊？我终于用出禁忌的招式了。我被戳死了，我被戳死了，还好有在这边存档。又被戳到了，被戳到两次了，这次怎么会这样子嘞？好不容易又下来了，很会防御哎。